今天给自己整点好吃的。你别笑，当作啥也没发生。刚才一激动还拿错了，先把这个拿下去。哎，还没选呢。哎呀，我都饺子，我跟你俩选啥呀？这是我要吃的。你给我撒手！给我撒手！撒手！说说就动手。我吃的。给我撒手！起来。你这样正合我意。少放点我的辣酱。这是我的。哼！不用你招惹我，一会儿有你好看的。这小子有点反常，我得想个办法看看。回去拉拉饭去。我不去。你看我说话不好使啊，一天就跟我的张上。让我来看看咋回事。好小子竟然还藏了烧鸡，到嘴的烧鸡说啥我也不能让你飞了。有人。啊，真香。哎呀，我得快点吃，老公要回来了。我得扣的一模一样。给。那你干点啥可真磨叽。那你下回别支持我。妈呀，我看你是飘了。这饺子蘸辣酱好吃，再来点。吃的真香啊，太好，我给自己留了一手，你就尽情的吃吧。我得在老公发现之前把饺子吃完。给我拿辣酱啊。咋的？一天就跟我欠你似的。好男不跟女斗，你等一会儿你吃完的看我咋气你。你少吃点辣酱，给我留点啊。哎呦，知道了。姐妹们，这个辣酱真的太好吃了，你们拍了没有？吃到姐妹都说好吃啊。平时我们可以用它拌个米饭，拌个面条，搭配包子肉粒，当个蘸酱，炒个菜，不仅好吃还下饭。它用香菇剁椒大火炒汁儿成，吃起来香而不腻，辣不燥啊。现在19块就给大家发满满的一箱10罐，还送两个小盖子，吃完的盖上特别方便，在这基础上再加10包香菇辣酱。趁着活动还在，需要家人们抓紧去拍吧。这饺子蘸辣酱真好吃，为了烧鸡先饮一会儿，一会儿那些辣酱全是我的。你别笑，今天我可是扳回一局了。咋扳的呀？我有烧鸡呀。喂，我烧鸡呢。这反应真慢，是不是你刚才支走给我烧鸡吃了啊？对。哎呦我的妈，你咋这么损呢？你都损到家了，你说这把柄你听着。